你们见过这样的牛吗？ 感觉神奇吗？ 神奇啊， 我们没见过，从没。要是他们说有两颗脑壳，你相信不？ 我亲自来看去了就相信了， 我没来看过就肯定不信。 现在都睡得我们都没有见过这种，10点过我就发现他已经这个虫子，他清明，本来就跟30点钟就要下来，就把他吃到7点钟就下来。他但是他牛，他两米一回踩，他就是这个感觉7点钟。他的舌头是正常的，但是他这边嘴也短一点，但这边的嘴是正常的，跟普通的牛是一样的。他虽然是两个头，但是他的喉咙是一个喉咙。 它的身子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，现在它就只有两个耳朵，这时候长牛角的时候肯定会长4个牛角，希望这个牛能长大。